人红是非多，陈道明淡定面对被消费。大叔界的男神陈道明，明叔又有新戏了。最近明叔牵手张艺谋出演电影《归来》，并且搭档老牌女神巩俐，这种等级的演技和样貌的组合，叫人怎么不期待？他演我老婆呀。在前两天电视剧《黄埔军校》的开机发布会上，剧组为了扩大影响力，谎称明叔加盟该片，后来谎言败露，引来媒体一片哗然。可本该最气愤的明叔却表示淡定，不愧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人。我再说一遍，你说是我第一次听说。现在都是这样吧，这还算客气的吧。乐翻天综合报道。